上餐馆。爸爸开车带我到了中餐馆，妈妈已经坐在里面等我们了。星期天，中餐馆里人很多，空位子很少。中餐馆里的菜可多了，有鱼，有肉，还有各种海鲜和青菜。中国菜颜色美，味道香，又好看又好吃。我们坐下来要了茶，接着点了三菜一汤，还点了鸡蛋炒饭。饭菜的味道好极了，我们都吃得很饱。这顿饭才花了20多美元，爸爸付了钱，我们高高兴兴地离开了餐馆。上餐馆，爸爸开车带我到了中餐馆，妈妈已经坐在里面等我们了。星期天，中餐馆里人很多，空位子很少。中餐馆里的菜可多了，有鱼，有肉，还有各种海鲜和青菜。中国菜颜色美，味道香，又好看又好吃。我们坐下来要了茶，我们坐下来要了茶，接着点了三菜一汤，还点了鸡蛋炒饭。饭菜的味道好极了，我们都吃得很饱。这顿饭才花了20多美元。爸爸付了钱，我们高高兴兴地离开了餐馆。馆，歌屋俺馆。餐馆，图书馆，茶馆，旅馆。空，科翁空。空白，空地，空位，有空。空，填空。空，天空。菜，吃爱菜。做菜，点菜，中国菜。肉，日欧肉。鸡肉，羊肉，牛肉。鲜，西伊安鲜。海鲜，鲜花，新鲜。青，七英青。青草，青菜，青山绿水。喂，乌哎喂。味道，香味，气味，美味。茶，吃啊茶。
茶叶、茶杯、喝茶、茶馆。汤 特昂 汤。菜汤、肉汤、喝汤。鸡、鸡一、鸡。鸡蛋、小鸡、母鸡。炒、吃熬、炒。炒饭、炒面、炒菜。鸡、鸡一、鸡。好极了，南极，几点。宝、波鳌、宝。吃饱，很饱，饱餐。饱，吃饱。跑，跑步。泡，水泡。炖，的问炖。一顿饭，停顿，顿时。餐馆，这家餐馆的生意很好。我们常去的那家餐馆离这儿不远。好吃，妈妈做的面条很好吃。中国菜很好吃。接着，老师读第一段，小朋友们接着读第二段。我们先去了书店，接着又去了中餐馆。我讲完了，你接着讲。我往下扔，你在下面接着。接着发生了什么事情？鸡蛋。芳芳喜欢吃炒鸡蛋，妈妈正在给她煮鸡蛋。味道，中国菜的味道很好。这道菜的味道不错。这道菜的味道好坏我不知道。看完这部电影，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。极了，云云今天的打扮漂亮极了，她吃得饱极了。美元，这盘菜只要10美元，我有人民币，没有美元。我们吃得很饱，这顿饭才花了20多美元。扩展，才花了20多美元。这顿饭才花了20多美元。饱，吃得饱，吃得很饱。我们吃得很饱，我们吃得很饱。爸爸唱得很大声。云云跳得很高。汽车跑得很快。乌龟爬得很慢。爸爸，我们去餐馆吃午饭吧。好啊，你想吃中餐还是吃西餐？吃中餐吧。亮亮，你看这儿怎么样？吃饭的人可真不少啊。你们好，请坐，请问你们喝什么茶？来一壶花茶吧。好的，你们想点什么菜？亮亮，你点吧。好。
我要一个青菜炒肉片，一个鸡蛋汤，再来一盘炒饭。还要点别的吗？不要了。好的，请稍等。晚餐。昨天是明明的生日，我们去他家做客了。我和芳芳、云云、亮亮、东东等小朋友跟着爸爸妈妈一起来到了明明家。我们几个小朋友都是中文学校的同学，大人们也都是老朋友了。明明的妈妈为大家做了许多中国菜，有鱼、有鸡、有牛肉和青菜，她还准备了许多水果。我妈妈不吃肉，光吃青菜和水果，她说要减肥。我在中文学校上课时，妈妈就和一些朋友在旁边的教室里跳健美操。我不想减肥，所以我什么都能吃。明明的妈妈说，她给我们做中国菜，是因为中国菜可以做出很多花样，色、香、味都好。大家都说，明明的妈妈真能干，会做那么多好吃的菜，真了不起。背、减、肥、旁、操、做客、青菜、减肥、旁边、花样、能干。中国菜欣赏：蟹黄豆腐、梅花饺、糖醋鱼、陕西牛羊肉泡馍、海南椰子八宝饭、四川火锅、云南过桥米线、北京烤鸭、蒜泥白肉。